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在医院治疗以外呢，那回到社区，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当地的社区呢，那能够照顾好在地老化啊，这样子呢，可以让他们有家的温暖，就是上人所提倡的有家的温暖。为了提升对于原住民的长照资源，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与慈济大学合作，将医疗带进社区。初期计划是为期三年，针对的是花莲55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辈，用问卷、访谈以及实际观察的方式，评估长者们照护的管道内容以及实施的现况，设计出合适的复健活动，让银发族能够真正在地老化，快乐安养。